周深，我愿称他为行走的合影机器。周深真的有很多人都想不到的好路人缘，所以呢，他每次出现都会被很多人拉过去合影。而且周深的脾气又特别的好，所以他真的是行走的合影景点，真的太多人喜欢找他合影了。粉丝都是这么说周深合影的，只要是他出现的地方，一定是人满为患，因为大家都喜欢找他合影，而且他还是来者不拒。 不管是不是自己的粉丝，只要来了，他一般都会配合，所以合影的地方人都特别的多，就愈发让大家喜欢找他合影了。你可以看到各行各业的人士和周深的合影，排球运动员找了周深合影，而且还夸了他好玩，而且 nice。因为脾气好，自己的朋友找他合影，让运动员自己也感兴趣去合影的，还有你看这种好奇心去要求合影的，周深也会配合。 还有这种乖乖合影的，真的都是各行各业的人，你甚至都想不到周深还有这种年纪的粉丝。所以说，周深真的是国民向的粉丝，可不只是小女孩，各种年龄段的粉丝全都有。而且呢，人家还会主动和周深合影的。而看他们说的，周深的脾气真的很好，找他合影基本都不会拒绝。最好笑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这种突然有人找他来合影，而周深当时其实已经有点忙不过来了。 但是呢，就算是这样，周深也没有立马的拒绝，反而是在合影的时候凑上去拍了一张照片，也算是合影了。就算是忙成这样，也要满足合影的要求。就是因为周深在合影的这件事上真的太配合了，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找他合影，所以你真的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周深合影照。有的时候看到都会感慨一句：怎么连这都可以看到他？而且他们怎么也在一起合照了？ 在周深的合影里，只有你想不到的，没有他合不了的。这样一看，周深不就是行走的合影机器吗？真所谓的“合影五 A 级景区”。就算不是他的粉丝，恐怕都想去凑那么一次热闹吧，哈哈。所以你看，周深的合照真的是越来越多了。说他是合影机器，真的一点也不夸张。当然了，这么多合影，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周深的国民度真的挺高的，大家都认识他，才会找他合影啊。